是拜三的子孙串家。今天来介绍阮家的居家租啦，居家租。啊，阮家就迄个啊，无啥好入啊。今日较特别的吼，咱来介绍蔡老板。叮铃。来介绍蔡老板你的房间啦，好无？你介绍大家熟悉一下，看你房间拢放啥物件？有放物仔无？好无？哎，这是佚佗的所在。哦，你玩具老不哩啊多呢？你玩具煞多呢？你真爽嘞，蔡老板。哦，你足爽嘞，有车啦吼，哦，搁真侪玩具诶，来对你来看，咱玩具啦，啊，这玩具吼，拢一个嘴暖味，嘴暖味，拢你诶嘴暖味啦，臭臭。哦，另外，就是嘴暖味，嘴暖味。泰哥，啊，你这个球池啦吼，这拢足侪球诶，你来这拢藏你诶赛车哦，足侪赛车藏你内底哦，啊，听到即马哦，听无？听无恁家的代志啊？我即马在讲台语啦，安怎？听无恁家的代志啊？嘿，听无恁家的代志哦，就叫你听无台语哦。啊，来这伊的房间啊，哦，你房间算是第一届介绍人知哦。哦，顶届咧介绍时阵啊无物件了嘛，对吧？哦，即马拢有啊哦。哦，你面照皮，你看你面照皮，拢迄个蜡笔小新的呐，你看。哦，规个蜡笔小新金头布，哦，规个看，哦，规个金头，哦，你那蜡笔小新的嘞，哦，你安尼都无违和感嘞，你内底你就是蜡笔小新嘞。哦，啊，你一粒只细粒子啊，困这个双人床哦，哦，够爽的哦，哦，内底，伊的眠床啊，哦，规个拢是这个蜡笔小新的，啊，这里伊的衫橱。衣橱我做衫橱啦，来介绍一下你衫橱，看你内底有衫无？哦，小嘴，看你衫小嘴，你的衫有够多啦，这桶无一百领哦。你是安尼做网红哦？你是要做网红？你真侪衫是安那？够多啦！吼、哦，啊是你有做侪 sponsor 诶，你赞助嘛做多哦。鬼都是啥？吓死人哦！你逐天换哦，本来你一天爱破两届。哦，伊个爷啊，伊是网红啊，伊 YouTuber 呢吼，算命嘿，算命，唔是安尼尔哦。管定够无？看卖管定，看管定你唱啥？啊，管定冇。哦，管定你个免背啦吼，你咪就无。啊，这边有，啊这边冇个，下骹冇啦。下骹嘛有哦，哦，这是较大人的是哦，较大叔的啦。啊，这大领，这国小一年较穿得着吧？这大领就新的买哦。恁老母嘛有够闲，安尼真多买互你。啊，这啥？那旗袍，你搁穿旗袍？你 cosplay 哦，cosplay 嘞。哦，这把伊的衫，啊，搁啥？哦，水手服嘞。超贵，你有水手服哦，这有高中制服呢，那些啊被拆穿了哈、哦，被拆穿了哈、哦。后来卖款卖款，也害羞卖款，好啦，有变装癖嘛是做正常的啦。不要紧，今麦都合法啦，今麦都合法啦，会当登记结婚啊，拢不要紧，拢不要紧。这啥组啦？啊，这是啥？哦，这伊个浴巾啊，啊看册，啊你嘛看册哦，你册敢看有？哦，一挂你的册啦，行啊册安尼啦吼，《洞洞儿歌》，你敢看有？要不要唱你唱一条来听看麦？一二三，开始。哦，谢谢，来。你册也看无啊？敢那藏在遮要骗人哦？你也看无？剩在遮是啥？哦，规个蜡笔小新的玩具啦，你也看。哦，蜡笔小新的存折、存钱筒、垃圾筒。哦，啊，这嘛拢蜡笔小新的哦。哦，真牛蛋的，啊，你真爱蜡笔小新的哦。啊，你恁阁有刻花型哦，你遐看。哎，有型哦。哎。哦，敢那阁有小花型哦，你捌字的。规拢蜡笔小新。啊，这呢？面子，买蜡笔小新。啊，你奶瓶哦，这多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三支。大哥，你一人有13支奶瓶，是要创啥？
你若要办大事哦，一礼拜洗一间奶瓶哦，你有13斤奶瓶，伤咸。啊，这个泡奶机，啊，这个烘啥？哦，烘奶瓶的啦吼。啊，本来上重要的，我看你抽屉内底有底啥？哦，无啥啦，拢一挂你的物件，切卡通的啦，如意啦。哦，啊，你我看你有唱啥物有诶未？诶，无呢，拢无物件。看你唱啥？尿布，啊好，尿布唱在遮。无啥吼，啊这啥？你咧放尿布哦？这尿尿布，好嘞。就安尼啊，啊管定嘞，管定有唱，看有诶无诶。啊、哦，湿纸巾，湿纸巾。啊，这下过你有教无了诶？哇，过有啥物唱着保险套啊，唱啥物嘞？拢无。哇、哦，安尼你足无聊诶。好啦，安尼我开箱了啊、哦。待会过你甲大家讲拜拜，拜拜，哦。不是拜拜，这是拜拜啊！拜拜啊，无拜拜嘛，是好。拜托拜托，爱订阅蔡老哥的频道哦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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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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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拜托拜托。好，开箱结束。